跟着音乐热舞，姣好身材藏不住。乐天女孩 Yuri 陈怡瑞拥有超高人气，更被外界封为最正啦啦队女神。最近很夯的16吨也没错过，和队友们改走性感风，辣翻全场。不过 Yuri 近期的心情似乎不太美丽，平面媒体报道他直播大吐苦水，找不到任何继续留下来的理由。坦言半年没接到任何球队商演活动，跟以往差很多。明年有考虑离队，不过这一消息一出，瞬间引发粉丝热议。Yuri 也回应网友猜测，坦言加入以来从未遇到一个月没有来自球队安排的商演工作，甚至到现在整整半年。如果是半年没有工作，难道没有生活压力或其他规划吗？和队友拍摄短影音，感情相当融洽。对此，同样也是乐天女孩的林淡就在社群上说，传闻有些乐天女孩是不是搞排挤，或是被球团冰起来，不然怎么班表那么少？她强调班表都是统一次数的，更说团员私底下的感情都很好。同队女孩 Kira 也留言说，都几岁了，赚钱都来不及，还搞排挤。长相甜美，收获大批粉丝。Yuri 坦言未来还在规划中，希望粉丝不要过度揣测。啦啦队女神释放离队消息，爆出排挤传言，牵动粉丝心好慌。三立新闻林庆宇台北报道。